放全民国防，国防部明天将在新竹县湖口营区举行开放的活动。那么军方呢，预计在早上的8点到10点会提供接驳车来疏运民众。营区呢，这一次将会展出包括日前历经风波的彩绘虎斑鲨鱼嘴阿帕契直升机，另外像是新型重型机车、印第安挑战者，这些都是第一次对外展开的。至于入营的身份资格，还有车辆的接驳车资讯，军方都在官网上来公布了，给有兴趣的民众来参考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